你醒了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你已见过我了，星河猎手萨姆·艾利欧说的没错，在这片梦想之地，你我都会得到难忘的收获。我不如他和卡夫卡那样通晓人心，也没有银狼和刃的一技之长。我所擅长的种种，大多也只适用于无需怜悯的恶徒，所以我所能使用的手段也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向你展示。我的全部。加拉赫先生，我的耐心不多，消极怠工只会让我更加怀疑你与真凶有所牵连。哎，无赖、混混、酒鬼、流氓，哼，这些垃圾话我可听过太多，但我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还能被当作杀人魔的共犯。哎，我收回前言，你的问题不是疑心太重，你是个疯子，懂吗？疯子。诚然，你身上的每一处都是真实的，棕色的头发像班尼一样柔软卷曲，橙色的眼珠令我怀念惠特赫爵士的视线，古怪的伤疤它是乌尔西的勋章，当他们汇聚于一处时，无数细小的真实便编织成谎言。你从每个人身上采撷一缕认知，将他们据为己有，在梦境中虚构出了一个完整的加拉赫。我说的对吗，神秘的爪牙？你有种，厉害，可以啊，是我太低估你了。听好了，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如何做到的，我现在只在乎一件事，一个问题的答案。你这个混账该死的丧家犬，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哎，当局者迷，人们看不见眼中的沙子，只知道沙子就在那里。想要答案，我可以给你。一切只因那该死的天意。